大家好，欢迎来到神吐槽第二季。哎，很快啊，这是我们第二期的节目了。哎，胡老师，你看啊，最近刚刚过去了一个节日，你的账单还好吗？哎，最近知道什么节日吗？对，忘了先问您这个。现在是20多号，我生日刚过。生日啊，真的？对啊，刚过一段时间。哎，我不知道哎。没事，不知道就好。太好了，这样就不用给你准备礼物了。对对对对 对, 对，不然的话我还得还你，不然的话我还得还你礼物。所以说这个双十一啊，对吗？就刚哦，双十一这个节日啊，对呀、啊，这也叫节日吗？就女生来说是购物节吧？不是，这是个光棍节，你知道吗？那更是了，我就是你不是女光棍，所以你双十一没有消费吗？因为我平时都消了呀。就是你需要的东西平时都会买。因为我发现我大概查了一下，双十一的一些打折呀，它都是把那些正品送到你一个正货的量啊、然后我觉得那些小样我每次我都弄丢了，然后也觉得。哎，收拾卫生啊什么的，对，没有必要。而且呢，我发现它打折呀，很多时候它是一种虚假性的。比如说，它原价它卖的，平时就卖160多，它故意把那后面的价钱标上啊，平时卖300多，我这次打折160多，其实也并没有便宜多少。现在的双十一的折扣，我觉得远远不如我上学的时期的是那个时候的双十一的折扣，就已经变味了，对吧？变味了。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趋之若鹜。因为大部分人都有这种占小便宜的心态，就无论我需不需要，我都要去冲去买，对吧？对对对，就很冲动。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就是我是那种人哈，我特别需要的东西，我不会等到双十一。你看有很多人最近这个双十一嘛，就非常非常疯狂的购物，导致了这个快递站瘫痪了。快递站，对啊，你看我们学校那个如山一样的得物快递，对吧？排个队，这个取个快递要排好久的队。然后你看我们最近这个在这个某一哥啊，然后某一姐的直播间里，就这个消费记录啊，在双十一当天是屡创新高。对，就我们真的很惊叹，这个国民经济到底是大家都在做什么？每天都在喊穷，为什么消费能力如此之高？没有、啊，对吧？就是现在不是多了很多什么花呗啊、借呗啊、什么各种东西吗？就是我眼下我不能够去购买，花明天的钱，我花明天的钱满足今天的梦，对啊，这还是属于冲动消费的一种，对吧？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也请了一位这个我们的学生来一起跟我们聊聊，看大学生里有没有哪些冲动消费的行为，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好吧？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广编专业的董善维同学。老师好，请坐，请坐，请坐。大家好，我是光编2004的董善维。好，欢迎你，欢迎你。哇啊！啊，看来女粉丝很多呀。啊，对吧？人气真的很高，真的，真很旺，真的。哎，最近这个双十一，你有买东西没？买了。都买了，都花了多少钱啊？大概？其实没花多少钱，就是之前因为。我是巨蟹座，我比较理性。巨蟹座理性吗？巨蟹、天蝎、双鱼是水象星座，是最感性的，因为我是天蝎座。但是我觉得花钱的事我还是比较理性的吧。哦，对，因为一提到钱的话我就特别谨慎，就像今天说的这个冲动消费我觉得我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觉得冲动消费就是你把这个钱花了之后你反过来一想，你觉得哎这个钱我不应该花它都叫那你都花哪了呢？对，你都怎么样的这个冲动消费的行为啊？我觉得这冲动消费都怨我妈。你妈让你冲动的？真是，我其实到现在我所有的冲动消费行为我觉得都怨我妈。就你妈说哎你该买什么了啊，你该穿什么了，怎么怎么着，你该吃什么了。是因为我妈王燕子女士从小就不你妈叫燕子是吗？对，我跟我妈关系其实挺好的然后平时我就管她叫燕子然后不是王燕这是亲子关系非常好的一种体现。不是你知道吗学校也叫燕子所以都是我的母亲哎呦这节目这生娃了。为啥我说怨我妈因为我妈贼抠，只抠我跟我爸还有我姐她在外边和对自己一点都不好。她是不是妈你父母是不是过于传统了她觉得儿子需要穷养贯彻的非常好了真是一从小到大不给我零花钱，偶尔的我爸给我点，然后我爸也贼可怜给我点钱就说儿子男人兜里不能没钱但是爸也不懂，所以那个钱不是给你花的，是给你放在那儿的。对对，然后你就像我妈，我觉得就是你看冲动消费其实就是被花大饼把你这个钱花。那你被别人画过大饼吗？就是先被我妈画啊。她咋给你画了？大家肯定都被画过，就是你的压岁钱妈给你攒了然后你看我高中，其实我上高中之后我也
为喜欢的小姑娘是吧，给她买杯奶茶，也有想这种时候，或者是跟哥们出去吃点东西，我就超我脸皮薄，我从小到大不敢撂钱，然后我就跟她说了那个，我说妈，你看给我点钱，她说没钱，我说钱呢，她说没了，那我说我这些年的压岁钱，她说存起来了，我说你存起来干啥呀，我说我上大学，哎，没，他没这么说。我说我是你儿子，你不给我花，你给谁花？他说我留给你娶。那也没错呀，这也在理呀。娶媳妇儿是得花挺多钱的呀，特别是你想娶好一点的媳妇儿。但是压岁钱这个事儿，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父母都会把你的压岁钱给你扣下来，说为你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呢，我现在长大了，我侧面一考虑，这个压岁钱别人为什么会给你？你父母是不是也得给他的孩子？所以是钱换钱，是中国的这种社交，我觉得是一种社交礼仪。而且我们平时也很也没少问父母要钱，对吧？对，在上学的时候。对对对。说你是因为被你妈管得特别严，以前花钱特别紧，所以导致到大学有了自己可以支配钱的时候，就特别的放肆。对，就想我刚进大学，迎来了第一个双十一，就是这么大了，20岁了，兜里没揣超过100块钱的屌丝。上高中也不给你手机，然后你兜里就只能揣20-30块钱。然后呢，从这个到只有100块钱，然后到现在呢，现在一下子成4位数啊，就是感觉就是成土豪。那你都怎么去？那你都怎么去冲动消费了呢？第一个双十一就是看见喜欢的东西，就是觉得买有钱。你花了你一个月生活费的多少？全花了，做哈了。那你怎么？那你花了之后，那你怎么吃饭呢？花呗都套没了，那时候就900。那怎么还呀？怎么那个有没有想过后顾之忧呢？借的。那如果没借到呢？那就得硬借呗。你当时把钱全部花完之后，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我吃了一些方便面，我室友知道。你都买了什么方便面？现在方便面的口味这么多，不也挺好吃的吗？真是国外的、国内的、拌的、泡的。不是，那就不对了。我觉得在没钱的时候还吃国外的方便面，这有点浪费了。这便宜拼多多是买的，那不是假的吗？我也不管真假了，便宜感觉味儿多。你都买啥了？当时买衣服、买鞋，就是现在这些是吧？对，我感觉他应该也不能花特别多钱的。他一个月就2000，你能买？所以买几套就没了。那你都吃到一个月就2000，也买不了太多东西，那为什么不能合理规划？我一个月就买一件，要不就不叫冲动了吗？所以他现在在说冲动消费。哦，那个时候，现在不会了。然后你吃了一个月方便面是吗？对，就是吃到什么程度？听见方字都想吐。还好我不姓方，我的天哪！你买的这些东西是你喜欢的吗？你要说全喜欢吧，那不喜欢的为什么要买呢？很冲动嘛，被画大饼了，要么觉得这东西很便宜你觉得其实这东西对你没用，但是觉得很便宜，觉得你占了便宜了你买了一看好像很次就像我上段时间花199元买了一件蓝面199元北面的兄弟，北面的兄弟这是特别尴尬，就是拆了包装之后我老脸臊通红那要怎么办？就那怎么办？在闲鱼上把它再卖出去，降50块钱。我也是赔了150，啥也没干，150没了。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对，不是什么人都这么好坑的呀，坑的都是你想占便宜的人嘛。对，还是挺实在的。哎，那你当时你冲动消费导致吃了一个月泡面，你当时精神状态怎么样？那不得天天没有精气神吗？哎呀，都别提没精气神了，那时候真是心情贼暴躁。我觉得就是你打扮这一身儿，就是为了给别人看。对，所以说你当时你冲动消费给你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就是身体上受到了摧残，心理上也极度的压力，说给身心都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那时候疯狂火化。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后悔你大一时候的所作所为吗？你要说后悔吗？我觉得不后悔。那再来一次的话，再来一次是不？对，我们这个网友就说了哈，他说这个双十一没忍住，在李佳琦直播间一晚上剁了2000多元，现在整个11月都在吃泡面，还没吃完。这真的很难受，你像那个营养你也达不到，会导致你非常的焦躁，对吧？所以你看，另外一位网友他也说了，说天天在得物上买球鞋，不管男女生都喜欢买鞋，买一大堆。摆在宿舍的地板上，导致这个宿舍都没有下脚的地方，并且因为买了鞋，你还要再给自己配衣服。
导致又买一堆衣服。对，啊，就更没钱了。买了鞋之后，我觉得，哎，我得找一个合适的衣服能搭配。我现在衣服配不上我这双鞋。对，对然后呢，刚好，哎，这个衣服鞋都 OK 了，觉得，哎呀，我这张脸配不上这个行头，我得化妆，我得怎么着？实在不济，我还得整个容，还得这那的啊，还得去找托尼剪个头发，所以呢，成本挺高的。对对对。哎，杨奇伟老师来了，让我们欢迎杨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哎，来来来来来，来坐这坐这，哎，来赵老师坐。哎，好。别紧张啊，啊，坐坐坐坐，别紧张。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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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这儿，杨老师，来。对，杨老师，你是冲动消费的人吗？一冲动给自己买个鞋。你是会冲动为别人消费，还为自己消费？我会说我特别累，我说我一定要买双鞋，我会这样。买一双鞋就不累了吗？对，会好一点。对，但是不叫冲动消费吧，是为了就给自己一个奖励。快递在路上就会好一点，就会不那么。你除此之外还有冲动消费吗？为女生吧。那你现在单身吗？我单身的时候会为女生冲动消费。那你不单身的时候呢？会为自己冲动消费。不单身的时候会为。赵老师问的问题哈，冲动消费对杨老师体现在哪个观点上？杨老师呢，一是体现在他的鞋上面，他可能对鞋有些执念；再一个呢，就是冲动性的消费呢，就在女生身上，就是说，因为可能为了，因为他有很暖的一面，不得不说金牛座的男生啊，确实是有他很暖的一面。大家不要觉得金牛座一说到金牛座，觉得金牛座特别抠，金牛座只是对自己抠，他对自己的话呢，会有一个这样的标准，生活标准是这个样子。但遇到了喜欢的人的时候呢，他是很冲动的啊，就可以放弃一些原则，对，是吧？是。啊，我想问同学们，你们都有哪些那个特别冲动消费的行为啊？哎，好好，来这位女孩，来先说一下我们宿舍的那个冲动消费的行为。嗯，好。这段时间我们宿舍就是健身，就是跨没拉之类的这些东西。好。然后我们就是没有开始，但是我们宿舍的某一位同学，他们已经把所有的健身器材都买全了。哦，那你们宿舍是个小型健身房？后来并不是啊，就只是前期准备成了健身房，后来就没有那个健身房，反而春天终于出现在那，就很爱事儿啊，对，就买回来一次都没有用，然后就那个反而很爱事儿，然后又没有用，又花了钱，对吧？那些同学后悔吗？这让我想到一个什么呀？就我家里的跑步机，我爸买的，我妈也一直拿着在那晒内衣啊。所以说你经历了这个双十一的之痛，到现在为止，你还会有冲动任何的消费、冲动消费的行为吗？当你的消费水平达不到你的格局的时候啊，好，就先不要提高审美了啊。哎，对，还是应该先把有限的时间跟精力投入到武装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消费观念很不对。所以还是提醒广大的各位同胞们，要确立自己正确的价值观跟消费观。是。我们今天也聊了这么多关于冲动消费的事儿，也希望可以引起我们很多同学的一些思考。虽然我们现在真的很舒服，对吧？你不用。我真的很羡慕他们，你说现在大家就是处于一个可以在象牙塔里，然后还不用自己去挣钱，不用承担这些风雨，对吧？在这个阶段的时候，真的是要好好的利用这个时光，去充分的武装自己的头脑，对吧？然后将来你有更多变现能力的时候，再去满足自己更多的物质需求也未尝不可，对吧？对。好，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董善维和杨老师的到来，让我们下期见，拜拜。很多呀，多人做的这种吗？差不多呀，那可能得吃七八十几张嘞。对啊，谢谢。